天气还不错啦，来去山溪里面钓鱼啦。好了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好，今天又来到那个国姓水塘的这边啦，钓到这个啦。好了，待会下去了。OK， 走吧。哦，我卷个大尾，那就不会卷。好屌！哦，爆水花！真快哦！
第一个标点这里。这尾嘛伤寒，你到我头前来。好热啊！最多很顺顺的啊，有个家来啊，拖晒啊，哎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大概20公分吧，拜拜。咪咪卷呐、啊，这一尾大概20公分左右，嗯，很生气哟、哦。好了 ，sorry， 嗯，那这个标点很棒。过来了，条条的了。哦，中！我哩嘞哩，打不完呐！这一定会中的啊！这有空别空，呜呜呜！我要打打别人，打他不没有啊。
哇，好诶呢！啊，好山好水不无聊啊！待会往下游走了 ，OK。哦，那嘎！呼呼。哦，掉了。掉过啊，那个石头知道。我粪扫一大堆，准备撤退了，下雨了，准备撤退了，啊！今天的钓鱼就到此结束，刚刚不知道拉到一条什么，好卷吧，好 ，OK， 下雨再见啊，好，拜拜。